绿云山馆是香港工业家黎伯敏先生在香港荃湾半山中的一座别墅。上世纪50年代，该处雅静清幽，完全是一个淳朴的自然环境。而且有山西流经其间，又有茂林修竹，颇具诗意。颜山先生承蒙黎先生的款待，在此山居中度过了不少日子。 此画就是他在这段期间的画作之一。绿云山馆对他之后在香港所画的画颇有深刻的影响，因为这段时间用今天流行术语来说，让他能沉浸式体会和领略到香港山林的情景意味。